TFBOYS 组合在娱乐圈之中的地位那可是不容小觑的，三个人都是顶级的流量小生，不管是人气还是热度，他们的影响力真的是相当之高。要知道这三小只都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庞大的爱豆，虽然三个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起出道，而且是一个组合，但是为了发展自己最擅长的真的是聚少离多，三个人能够同时亮相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，每一次三小只同框亮相总是会让大家甚是激动。当然 TFBOYS 他们一个人的能力真的不容小觑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TFBOYS 他们的其中有一首歌直接登上了初三音乐课本，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加油 Omega。 这一首歌在当时也是相当的流行，并且脍炙人口，只要是看我们的少年时代那一个电视机的朋友，对于这一首歌想必一点都不陌生，满满的热血青春的那种感觉，而且非常的正能量，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直接被载入了初三的音乐课本当中，这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认可，真的是让众多的粉丝十分的骄傲而且自豪，自己家的爱豆真的是太棒了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情，你是否了解呢？